科普中国。这世界充满了神奇，到处都隐藏着秘密。没关系，我有我的超能力，和伙伴们在一起，没有什么坎坷过不去。在无尽的宇宙中翱翔，不回头，遥望着远方。科普中国十万个为什么，给我智慧和力量，迎接每天崭新的太阳。酷姐，跟我勇敢起航，带你到想去的地方，登上最高的山岗，摘朵云彩给你做前衣裳。酷姐，看我嘴角上扬，我不怕荆棘和悲伤，在通往未来旅途上，每一站都辉煌。第十四集，摆脱恶鹰。真香啊！王腾，啊，我的羽毛呀！你都快把我拔秃秃了，我还怎么飞呀？人家就是想尝试一下飞翔的感觉，哪知道这么难。太恶心了！我说怎么梦里吃的肉都是酸酸的味道。好了，安娜，我也不责怪你了。糊涂菜，你也别做美梦了，赶紧寻找我们的能量水晶吧。好饿呀，好累呀。太可怜了，被截成两半，肯定会失去生命的。别难过，这个小怪物叫壁虎，它断尾是为了保护自己，它们的尾巴还能再长出来的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危险基本排除，大家小心前行。伙计们，我就想在这里休息，哪儿也不想去了，我真的太饿了。你真是一个不分何时何地的吃货，小心肉太多，第一个被怪物带走。注意安全，小心掉下来。我终于可以自由飞翔了，原来上天的感觉这么棒，我喜欢。哇，可以。鹰咬钢损形目，性情凶猛，嘴呈黄色，上嘴弯曲，脚强健有力，只有锐利的爪，翼大善飞，拥有特殊的视力，眼睛中每平方毫米的感光细胞可达100万个。它们在离地面约1000米的高空盘旋时，也能分辨出地面活动的小动物。它的眼睛周围有着发达的肌肉组织，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改变眼球晶体状的形态，实现快速聚焦。这么好的视力，看来躲是躲不过了。再想想有没有别的办法甩掉它。赶快做个假枯竭，我有办法甩掉这只鹰。顾姐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已经发挥到极致了。我一定交了假朋友。顾姐呀，我们怎么和老师交代呀？我一定为你报仇。我就想知道那个假人是谁做的，简直就是大师的杰作。必须是我。你们看看这是谁？肯定是糊涂菜，这题是没谁了。顾姐，你在报复我？看这小胖子多听你的话。Thank you.
何不中国。